有我能帮忙的吗？找。为了大酋长，请容我献上几句话。我们心怀悲愤与骄傲，一起相聚于此。悲愤，是因为许多部落的勇士在对抗强敌时葬身沙场；骄傲，因为我们力挽狂澜，击溃了燃烧军团。苦战过后，现在要疗伤；哀悼过后，现在要庆祝。为了部落，为了部落。嘟嘟嘟嘟，大酋长，能跟你聊一下吗？加利维克斯一定又在推销什么捞钱的主意。见钱眼开，死心不改。一不小心，可是会惹祸上身的。到底在玩什么把戏？他最近一直派哥布林去西利苏斯。西利苏斯不会有任何好事。这个能够改变整个世界。我就说嘛，联盟的人真的还没发现吗？别担心，大酋长，我会派人搞定。Zog. 大步。我之前见过你吗？提高警觉。Thank you.
用哦。做你自己。然后。为了胜利而战。我们家园的命运就在你手中。要相信自己，胜仗成了一场空。萨格拉斯最后的这一剑造成的伤害远比我们看到的还要深远。我原本希望在消灭燃烧军团以后，艾泽拉斯的人民可以开始共创全新的未来，但这一剑再度让我们四分五裂。艾泽拉斯流出的生命精华现在是联盟和部落领导人都想要抢夺的资源，大家拔刀相向，全面战争一触即发。但是我们曾经一起出生入死，我不愿意跟任何一方为敌。我要回卡拉赞去跟我昔日的导师麦迪文商讨，或许在他那些古老的书籍里面有记载如何治疗世界的方法。我得走了，勇士，我们后会有期。世界需要我们，勇士。勇士，在这种关头能够见到朋友真好啊。从阿古斯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听见艾泽拉斯痛苦哀嚎。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可能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得继续尝试。哎，又有一场风暴要来了，如果没办法治好艾泽拉斯，其他的一切都没有意义。别忘了你对艾泽拉斯的责任。一定要拯救世界。力量与荣耀，勇敢前进吧。